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型催眠节目 BBD 解说桑沙国战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，希望今天的录像能带大家进入美好的梦乡啊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啊。其实有的朋友经常说啊，这个我不喜欢长的，有的朋友说我不喜欢短的，你们觉得我应该长好还是短好呢？反正挺长的。但是呢，今天的录像呢确实是非常精彩的啊，有质量保证啊。咱们先看今天的第一局梦乡吧，声音是不是要稍微低沉一点？主视角玩力叫一剑堕魔 UK 啊，这里选将的话应该是选吴国泰灵统了，因为吴国泰灵统是一个比较好的配合啊，可以形成一定的联动。赵云祝融的话就太素了啊，你们都比较喜欢荤的是吧？那咱们就荤一点，玩个花里胡哨的，能不能花里胡哨起来就不一定了。其实手八号位，但是这个手牌非常的完美啊，其实八号位非常差啊，这个位置，然后这个手牌是非常好啊，已经无需再换啊，唯一可能炒个装备啊，但已经挺好了，有无懈可以当装备用。一号位这里顺不要打无懈啊，因为你打无懈，他万一谁反打，他反打你自己少两张，他顺你打无懈也是少一张，对不对？你不打也是少一张，所以让他顺。结果这个人还开了一个万箭，反正感觉就不像武的样子，非常的不友好啊。好，这边一个万箭，看看能不能出来什么魏国啊。孔融先出来了，孔融占了一波先机啊，抢了一波手量。司马懿表示很不爽，让你下次注意点，不要乱放。后面好像没有什么魏国的样子啊，这里卖了一波血啊，他主要是怕这个人放 AOE 的人打他，结果这个人还是打了他，防一波九杀是吗？那这样看这个人就是魏群了呗。你这如果是个鼠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？啊，你还做人吗？别做人了是吗？我正出来个左慈，我感觉根本就活不到八号位，这怎么活呀？左慈咔咔咔了三个 AOE， 一放剩一血了是吗？关键他有个真难买，你知道吗？不然还能两血，强行假装周泰是吧？但他这里应该会去打司马吧？毕竟八号位他也不敢乱杀，三血不卖也有可能是群的。好，这里直接击杀司马，司马表示我没有那么容易死啊，我毕竟是英式狼顾。哦，还有毒条是什么呢？荀彧、蔡文姬，继续放。这里咱们只能交最后一张无懈了，所有的保命牌都被消耗殆尽，其实是非常完美的手牌，但是依然被搞成这个样子，但凡手牌差一点，现在就是人没了，骨灰盒见了，这盘录像也不可能看到了。好，继续放，完美的活到一血啊，最强状态，孙策最强状态。但是其他人就不开心了，哦，这还有个三血不卖了呗，被逼无奈强行出现，再不出现人没了，甚至有可能要被司马懿杀之啊。这边看了一个四血将先驱。还有没有后续动作？别乱来了，差不多得了。有没有兴趣搓一个决斗把他打死？没搓是吗？他其实他这种魂是可以任意魂和搓暗将的，暗将有可能是群吧，不知道。但是这个写专利的出来了，这个艾丽不错，素养没变，你这个艾丽还行。强行不给过，不给过，他说不行，我有珠子，我拿了牌干你，我一波爆了，我还跟你说那些。我一波清场了，来吧，吃令行吧，那就亮，这里亮啊，不亮也是死，你赶紧亮，说不定队友还保你一手呢。哎，你看队友说不定僵尸猴，你看吴国就有个特点，他就像亮一个将，然后你也不知道他谁是周泰。他说先不管，先收个位再说，谁叫你改我了，冰凉是不是？我不爽，那真机应该是没有存货了啊，果然是荀彧被做掉。好，再插群，因为吴国可以假装周泰，群雄是不能假装周泰的。好，这边救了一下。那么孙坚，你来捡个漏。何太后，你敢毒吗？这里给队友补牌啊，找桃子，不然要被毒死了。找到了桃子，可以。当然也有可能他自己就有，他还有没有你也是这样。此时就体现出吴国泰强大的价值了。你可以选择锁定技失效，也可以选择造成一点伤害，都可以啊。估计他都得不敢啊，他强行失效了，这把没失效。灌石斧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反正灌石斧怪你啊，还是回了一血啊，苦肉了嘛。
他想出闪防住这个九杀，想活命，但是没想到一发灌石大锤送你上西天，拜如来佛祖啊！这里这个桃是救不了何大后，何大后中了个九杀，不然的话是要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何大后死了，你也是死，那不一样出九桃吗？有的时候你玩，很多人玩天风都想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知道吗？当然了，这边灌石斧继续带走，哎，能不能压制住真姬，咱们就死中得活了。其实讲道理啊，就算死中得活了，你打对面这两个人也依然很难打，一个左慈 外挂一个诸葛月英。好，还是真把这个真姬干掉了，以待劳。接下来就看祖师长一波操作，配合这个黄盖能不能苟延残喘了。对面毕竟很凶险，开手牌了，他表示防止你爆发装备什么的，一会儿让灵统自己去啊。当然他也不知道是灵统，他觉得这五个太可以操控，这里可以把狮子搞过来，然后再旋风，起上兵甲之力，要不要炫？直接炫了，你可以炫给去压制，主要还是要压制住对面这一波手牌，把这个什么刀给拆了，三金刀拆了吗？好吧，但是你拆了就给诸葛亮了，那也没办法，那迟早得拆是吧？那只能强行留三张牌了。反正赶紧开赶紧用，说不定就死了，那谁知道。哎，你看他天度了，说不定给对了，这个人天度了。决斗，这个佐斯拿了我觉得还更厉害。哦，这里还好有个桃子，赶紧补益，必须捞啊，你不要是什么近三十没有用，桃你就算刚才吃了也没有用。好，不回血，强行本回合不能使用打出手牌，我不出行吗？我就不让你回血，我使黄莹秒了你。回血了有可能秒不掉，那么怀疑能不能秒呢？吴国能不能死中得活呢？其实是把吴国随时处在崩盘的边缘啊。黄盖手里应该是张闪吧，只能希望他没有后续啊。好，闪了，只要过了这一波我觉得就有机会啊，因为这边可以移狮子，可以各种操作五珠死。哎，又有桃了，舒服呀。那黄盖敢不敢苦呢？感觉是不敢苦啊，三千刀还是要拆的，依然很难打啊！要一这把就是一定要看吴国泰和灵统秀起来，他有转机啊，他应该不敢吧？应该不敢，应该不敢。把这个灌石斧弄过来，然后咱们继续去灌这个黄莹莹，继续灌黄莹莹，灌他。这里其实可以不拆孔融啊。如果说这里是击杀，我跟你说，大家说一下，如果是击杀回合，你是可以拆孔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击杀回合如果杀孔融的话，他把桃给出去是没用的，给到诸葛亮脑袋上了，所以说等于可以拆掉桃子。那不是击杀回合，那就对吧？啊，留个桃子可以很舒服啊。所以说诸葛亮可能不闪好一点，毕竟是灌石斧啊，尊重一点，让他狮子回了血，存了一个桃子啊，这边。就是留了这一个桃子继续去保吴国孙坚啊。哎呀，这好，我突然发现原来是人家是老公啊，老公对老婆，老公对老婆啊，怪不得这么兔力同心啊，走在死亡的边缘。其实我刚觉得刚才诸葛亮出那张闪其实非常关键啊，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影响，我出个闪嘛，我诸葛亮其实你看从结果来说是不是影响很大呀。好，继续极限操作，要火攻，行吧。一会儿因为可以换，继续换自己跟黄盖的装备。当然，黄盖一个去拿狮子苦肉，他可能不舍了，不舍了，可以吧？先杀看看能不能杀掉黄莹莹，然后再去操作，就非常极限了。有桃啊，他应该没有蜀国的魂吧？有蜀国的魂可能会用啊。再拆，那只能拆他了呀。再拆孔融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哎，找了一个男版可以。狮子扔了吧，那不能，你可以拆雌雄剑，雌雄剑可以拆，不要拆手牌了，因为你要开南蛮了，你知道吗？继续开，啊，这个也可以拆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我刚说过，他放在脑袋顶上啊，这样可以打绝杀，对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，这样即便他手里是个桃，也是打绝杀，这样可以小玩杀。你看这个诸葛亮和孔融反而是毫无配合，哎，也很神奇啊！我突然发现孔融和所有人都有配合，就是诸葛亮没有配合啊。在面对诸葛亮的时候，别人可以随便拆孔融啊，反正打击杀的时候啊，那张牌是临时用不了的。
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二打一的局面啊。这局吴国泰领统确实秀了飞起啊，也是视觉效果拉满啊，主要是还是从死亡边缘上拉了回来。当然了，一定要顶住这个左慈啊，这个左慈看来刚才还有留有余地啊，并没有发全力，对吧？现在开始急眼了，还有一口老酒啊，一定要活下来。这把吴国泰真的，吴国泰这个补益甘露全发挥作用了，你这波没有你肯定就不行了，你没有魂了，没有无魂了，不能锤死你。而且这个白银狮子非常关键啊，起到了特别关键的作用啊，就是整于各种要素拉满，不然你说对面两个，说实话两个都是妖怪，你很难打。旋风袭敌，旋风袭敌，立威于千里之外，可以摊一手啊，确实可以摊一手。他已经没有无魂了，他有无魂，他肯定刚才倾尽全力倾巢而出，所以不用慌。嗯，以无魂魄保佑无儿之基，这个左慈真的是心累啊，打死他，这回合不要给他任何机会了。当然他可能有群魂，这个黄盖还挺稳，黄盖还挺稳。然后左慈表示我没有群魂了，我投了，哈哈，其实没有杀啊，那吓到了。反正这局录像确实观感很好啊。当然了，就是其实很多细节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于每一方来说，你可能有的时候有些东西你不注意啊，但其实就是错误，但你自己看不出来，所以你就得来看我的视频，由我来告诉你哪里是细节，哪里是你应该注意的，这些细节别人都讲不出来的，好好珍惜吧。我们再看第二局录像，主持小白力叫自信及巅峰啊。可以选卧龙姜维，也可以选寻幽曹红，曹红虽然没用，但是有寻幽，反正变了就得了。反正寻幽副将一般都是挂件，什么吹毛啊，曹红什么什么都无所谓，反正都能变。没有大嘴，哎呀，少了一个魏国核心啊，他很纠结。他说：“既然没有大嘴，我就不选魏国了。”嗯，没有核心，我们选什么魏国呀？啊，一个姜维卧龙，姜维卧龙是一个可以基本上稳定挑衅拆对面一张的，你可以关八卦阵嘛。于禁来了，于禁，你看都夸我了，说的好啊，你们也得说，你们说，快说，说的好啊。哎呀，直接吃令了，那反正咱们亮亮吧。亮个卧龙就行了嘛，不亮才傻呢。反正后面谁不亮，你肯定这种不亮的，你基本上是无。我告诉你，他是首先他是群，他没有必要不亮，他这个位置就没有群。其次他是魏国，他更得亮，他不可能魏国去卖个血。再其次蜀国卧血的也没什么藏的，说真的，因为有这边亮的是个卧龙，又不嘲讽，而且还是自带各种无懈护体，所以这种基本上就是绿皮，怕蜀国和魏国攻击他。这种其实不亮跟不亮了没啥区别，可能能骗一些人吧。反正你不亮，在我眼里就是绿，没有别的。当然，我还后面这我都没介绍，后面还有两个绿，还有一个蓝，一个群。你看人家都亮了嘛，对不对？以无魂魄保佑无儿之基业啊！你给他一魂行吧，你也可以给大条。你胆子大，你就可以给暗的，你不给就算了。一般你不会给，好，直接九杀，不会杀了曹丕吧？你也不怕，反正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，这就出来干吧，放手干吧，全是绿，能不能干过绿就不知道。万箭一定要打绿 AOE 是最好用的，有乐啊，冰凉就不要了也行吧。换一点输出牌，反正有绿，其实这个都不要看了。如果是我是不会看，我肯定直接开万箭周泰啊。当然看了就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？看见周泰了，不理你了，打别人。乐住，先乐，先乐的什么目的呢？就告诉魏国那边，这个是那个绿皮儿啊，对吧？而且其实主视角已经非常明示了，就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他是魏吴国；第二，这个人都快被击杀了，他不杀他，杀太子已经明示是周泰了。如果其他人，对吧？能想到这里翻大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就是其他人如果要想到这个细节啊，就是。你要通过了别人的牌语来告诉你，这叫救荀彧的啊。反正救荀彧都不一定能打得过，我告诉你。当然他不想装人王盾，所以少结冰一张。你不人王盾，当然你可以考虑给打嘛，给谁打？
给田丰打什么的。啊，这个人也不亮，继续，他不亮就是有坏处，是不能享受代劳。好处是什么呢？好处是说不定有愣头青看不出是周泰。其实这个包括其实三点之前我说过两点，第三点他不亮将就肯定是周泰了，再加上第三点坐实了。但这边就继续杀，不杀田丰行吧，八卦阵他也不愿意杀，行吧，你杀曹丕吧，反正你们开团了，你没有击杀目标了你就杀曹丕，这里救就救吧，其实也可以不救，因为还有一刀，因为一就是救的话桃换一张也行吧，换到一张南蛮其实就赚了，说实话一般换一张牌可能留着保曹丕更好一点，但是换到一张南蛮，这张南蛮非常关键，绿皮非常怕 AOE， 如果能一轮一个 AOE 我觉得绿皮就已经炸了。看看能不能，还有点菜啊，打来个摁，多杀一个人不行吗？确实可以多杀，可以多杀个田丰吧，你敢杀就行，你不怕是张角就行。好，这里终于操作完了，果然还是开了个代劳啊，就去偷这个贝勒的，行吧。这个大桥就不要偷了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大桥啊，我说实话，你就一直翻着吧，如果翻不了你们也输了，我就这么说吧，就假如说这个大桥有一天真的卧龙不能弄你，什么翻不了 你们也没了，你不这个大桥一出来还打啥啊，放心，这就不用打了。首先他另一个将应该也很厉害，其次哐哐哐一乐，虽然说有卧龙哪有那么多牌消耗呀，反正基本上就不行。你看这个果然有人没看出来去打周泰，当然了可能骗到吴哥桃子，吴哥也看不出来，对吧，刚才骗了吴哥的桃子嘛，对吧，这里终于出来了啊！我跟你说这要是什么大桥什么在前面有桃还要救呢，真的，反正我是二张我肯定不救，确实没输住，排序是不是错了，应该先藤甲再八卦，不要给他牌啊，这藤甲的很有用啊，给周泰啊过牌啊，杀一刀，藤甲不要乱给别人啊，只能给周泰。继续给黑的，看看你们三个人能不能联手。就是这边是个烂孔融，很弱，弱鸡，弱鸡儿。你操作吧，给大乔个刀是很有必要的，因为大乔很需要一会儿有琉璃空间，顺肯定不让你顺。这里又有一个蓝蛮啊，真的是每轮一个蓝蛮，每轮一个 AOE 啊！我去，赶紧交无懈，赶紧交，不能顺，不能顺。哇，你这手也点的太快了吧！啊，你这逃啊、哦！我想起来了，第一个无懈，你坑人啊！第一个无懈是他自己点的，然后他点了以后，电脑没反应过来，逃跑了。电脑说：“我再点一个，不能让他顺卧龙。”啊，他把藤甲给他，那无所谓，随便给，反正挑衅你。你也没有火杀，你有火杀，你肯定先给藤甲再杀了，可以挑衅他。但是你先看能不能打死泰尔斯，然后你再考虑挑衅扇子，你要怕拿个乐，拿个乐，把这个谁乐住，把这个周泰乐住，他翻一个啊，不，当然不挑衅那个扇子，直接这里要挑衅加一的，我以为他刀够长了，原来他只有二厘米啊，显然没有我长，那只能挑加一了。南蛮他先杀的目的可能是杀死以后让这个张辽不要乱翻，他没有选择先乐，就是可能看张辽吧，不过张辽应该还是会翻大桥吧，收掉，收了一堆没什么用的牌，那两张火杀还可以，那是藤甲无敌了，那这样把这个周泰乐住，防止他是一些鲁肃什么的啊，乐还是要乐的，烧还是要烧的，能不能烧死就不知道了。借东风掩战火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不烧了呗，烧不中了，过了。所以说二张给太子个刀成负面技了，其实他不应该给太子刀，应该给周泰刀的，因为周泰又无所谓，对不对，你其实细想。这打牌真的很多细节可扣的啊，有时候可能我解说就时间太短，然后看了太多，可能也有时候我也会有一些纰漏啊，但是关键点我还是要给大家说到啊，尽量说到，但是大局观的东西肯定没有问题啊，大局观啊，只此一家，没有人解释的挺清楚啊，这个电脑爱怎么打怎么打吧，叫养只猪是吧。依然很难啊，这个大桥处理不掉还是麻烦，给他英魂，哟，大奶坏了，
现在跑了还能出牌，对啊，能不能再找一个 AOE？ 哇，还有 AOE 可以，还有决斗，就要这个 AOE 和决斗，别的不要。一会儿就 AOE， 然后打死这个大乔。AOE 他可能会发孙尚香了，第一赌打死这个大乔，第二打这个赌，也不是赌吧，就是孙尚香主要这里都也挺麻烦的，孙尚香的爆发力更强，他毕竟明摆着乐其实都不那么关键了。好，救一下，那二张你保不保？二张反正好像是没有杀的样子。我感觉这局真的好爽啊，一轮一个 AOE 啊，这个绿皮就最怕 AOE 啊，你化身袁绍是吧，直接斗他没杀大小组，应该是足了吧。好，出现了转机啊，鲁大师在这儿呢，这个堪比袁绍和曹丕的配合。我感觉绿皮看见 AOE 真的是叫苦连天啊，哭爹喊娘，哭天抢地的拿来吧，再把这个二张一杀。反正这个局我其实也经常说啊，就是这种局打到现在的份上啊，你打就是大家一起看了这么多绿皮儿，这么长时间绿皮儿，我觉得最后魏国赢可以，蜀国赢可以，但我绝对不会让吴国赢，哪怕我是曹丕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赢面肯定没有这个卧龙姜维高，但我肯定不让绿皮儿赢。你让绿皮儿赢，我费这半天劲干什么？我上来直接托管投降得了。当然那边是个电脑，我就不管了。当然他如果不是电脑，我也希望你不能做到不让绿皮儿赢啊，就是。抗大国，你如果看到最后你还让大国赢了，那有什么抗的呀，那抗什么呢，就为了那么一点点微弱的胜利。虽然说曹丕你如果非得强行去要胜率，你可以跟孙尚香虚以为以，但是你最后只能还能增大吴国的胜率，没必要，没那个必要，真的我是觉得。当然你们可以，这一点我不强求你们，你们可以不同意我说的，但是呢我觉得是有时候为了那点微弱的胜利，你反而丧失了一些本该应有的东西啊，对吧？虽然说你那样可以提高胜利，反正这边姜维卧龙，你看也没有对你下手，就继续打绿皮嘛。看吧，至于那边那个电脑搁那欺负曹丕，你这过分不过分？好，他还要打人家，我觉得你要是真想赢啊，我说实话，你还不如配合一下曹丕呢。你这样的话曹丕真的心凉了，就算想跟你配合，但你配合个鸟，你搁这跟一个机器人啊苟延残喘，我告诉你机器人会也打你，你信不信？这个机器人打谁可真没准儿，只能打你了。看机器人啊，你看机器人来了，你要干什么啊？还是杀曹丕啊，拆他。其实机器人他可能就是打血少了或状态少了吧，也没有什么章法。那这样的话反正一会儿找个机会把这个谁官司就赢了。五勾好像没有吧，反正官司就赢了。啊，有个勾。但他不一定能杀中是吧，然后有个勾，对，有个勾，那直接官司了。生不带来死不带续。生不带来死不带续啊，这里他应该没有偷的。应该是没什么办法了，我而且电脑他会把曹丕杀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会选择进单挑，电脑才不给你打什么三人局呢，对吧？打这个恐龙田丰应该是手拿把断了，这把对吧？就大家抗吴嘛，这么艰难的抗吴，而且还跑了这恐龙，恐龙也是，哎，就其实有些时候啊，有的人打的这种逆风局，他就不愿意打了。还觉得打得太累了，其实我倒是反而喜欢打逆风局。你说真的，你说你开个团儿，我不是吧，等等，我要出现什么意外了吧？还好，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还好没出意外，就是哎呦我让我打断了，不知道说什么了，我靠。岂能照我，我也忘了刚才想说什么来了，就是开团吧，可能说的真的忘了想说什么了。我们下一局啊，下次想起来再说。下一局也挺精彩的，都挺精彩的今天。感谢这个主持小白力叫蛋塔镇河妖啊，刘备黄忠吧，刘备黄忠的话有一手绝活，仁德九杀，黄忠可以强命嘛？
啊，毕竟双刺，虽然说我不太喜欢黄忠，但是那配卧龙就更蠢了。啊，一号位，这个将比较弱，可以抢手量，可以考虑抢手量。一个笨王盾，表示笑大了，他选择用刘备抢手量，行吧。哎，都差不多，当然刘备可能嘲讽低一点吧，略低吧。其实如果真的别人恨你，也没有那么低。反正不管怎么样亮了，跑了一个，跑了弃逃就不知道了。如果是他自己弃的，那就有说法了。跑了弃了不知道啊，跑了你也欺负是吧？他来个 sorry， 人家都 sorry 了，就不要打了，换个人打吧。人家跑了你不知道是啥，反正也不是胃，上了个厕所。这支笔，看一眼。不是你为什么老要打他呢？他都已经划水过了，你往后面打打吧。你不是开团了吗？你非要打打吧，打出个牌了你。主要是他的行动轮次，就算他怎么样，他也行动轮次在刘备后面啊。你看，搞了个张绣，疼不疼？关羽，我跟你说，没事，身板硬，四血。五，其实五开了也挺尴尬的，但作为黄莹莹吧，不开吧又难受。开了吧很容易滋敌，你知道吗？你除非真的爆起来，你也不会说因为这一张牌就爆起来不敢杀张绣了，跑去杀这个二。二表示我很悲惨啊，也不知道是冤屈而死还是悲惨而死呢。哇，原来是冤屈而死啊。哪哇、哦、还有这种东西啊。那张绣和来后表示我很开心，他骂人家。哎，算了吧，我觉得是你自己打的有问题，你就不应该打他，我说真的。虽然说他离线确实不是特别好，再说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，就算他不离线他也未必会出来打人呀，而且他打人有可能打你，我告诉你。对不对？有毒菜，那是有毒菜，那又怎么样？那就先拿你杀了呗。我觉得真机关杀完他以后可以考虑往五杀一下，因为五如果是位他会卖血出来也挺好，只能配合一波。他要不是位你就捅呗，你没必要再去捅刘备了，他还要捅，这过分了。觉得你杀了这个上头了，明摆又毒菜，你没必要再往这边杀了。你杀下家是不是也无所谓的呀？你看这不是蔡文姬吗？啊，主视角开始骂，呵呵，都开始吐星星了，很气愤啊。好，五，那还行，目前嘲讽比较低，但这个张绣何太后不死，夸哇哇一个九杀，什么一毒也差不多，只能指望绿皮了。绿皮有很多拆迁队啊，什么干净灵统啥的，看有没有吧。那么这边肯定打绿皮了，哎，咱们这个手牌太危险了，没办法呀，呵呵，蜀国内讧，然后就爆炸，然后再加上魏国不识时务啊，这九杀能不能带走？不能，但是何太后有一口毒，肯定要毒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周泰啊？借言良计，见个良计也不行啊，寒冰小剑。白银狮子，哦，原来他是干宁，你别无懈了，肯定给你拆光，搁这无懈啥无懈，这百分百给你拆光。你不喜欢毒吗？啊，一刀爆，啊，他们你肯定有桃，悲歌一下下，一个桃没有，我是不信的。那拆光了，那就这样吧，孙膑来收割，一定要把他弄死啊，呵呵，不弄死大家都不好过，拆掉，拆光。不会把你杀拆了吧？好，拆了倒不关键，说实话，有杀吗？没杀呀，没，这肯定是没杀了，逼着把竹子都用了，不然哪舍得呀？这逼着把竹子用了，但是好歹是把这个 boss 带走了，但是 boss 带走了，咱们也危险啊！大 K 还有杀吗？你别先挂大 K 呀，你先看看呀，你会不会玩呀？你玩过蔡尔茨吗？他好像一副断杀的样子，总感觉一副断杀的样子，这肯定不给你。当然他杀一刀，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借刀杀刘备好一点。我不知道你，他可能是没杀了，所以他觉得也杀不死。他这不还有杀吗？他也拼不过，哎，反正牌去稀烂。我觉得你可能说不定打好一点能杀了刘备，我不知道。但你杀不掉就是后患无穷啊。这里给牌九杀，给冰凉给了个田丰，反正冰不到你，而且他你给他牌他也不会冰你。他逼你干什么？直接一个九杀啊！这就是这个刘备的用处啊！刘备其实非常强的，而且到团局一会儿后面还能回血呢。现在先收掉一个孙权，洛
这里不过比较凶险的就是怕这个直升机一波爆把你推了，他才不管呢，他不吃菜他肯定往这边杀。这个真机国家很恶心啊，一会儿要给他个九杀，对吧？真机这个防御是非常强的，但是每次见到黄忠啊，从自古以来，从最开始有三国杀那一天，黄忠百步穿杨就专射真机啊，这个连弩还是给拆掉，防止他一波了。确实你要拆的，因为他万一真一波他把这边推过来最后杀你不就得了。不过独菜加田丰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拆那个连弩，他悲歌加死剑给他，就给他，他反正回不了血，都给他，九也给他，让他打孙奔去。你不是嚣张吗？直接九杀你，那你嚣张，你反正没连弩了。不过新排队了，坏了，要出连弩了，嗯，这个牌就不动了啊，坏了，新排队了，怎么搞到新排队去了？我有可能出连弩啊。那、蔡文姬还有一手绝活啊，悲歌死剑拆连弩，他肯定打他，那他就去打孙奔。这个真机国家真是不给面子，你给面子吗？好，给个面子，可以。田丰小老弟儿，哎呦，可惜了你啊！那这个孙奔是不是要入局啊？没事，他入不了局，他顶多……他很恨孙奔，拆孙奔可以，挺好。这样的话，他把国家杀了啊，咱们能不能反手九杀他？好，他也觉得咱们牌多，就来拼咱们，消耗一下手牌，可以。这牌决斗，先把哎呦，冠师府赢了呀！因为孙膑可能是个闪，然后你决斗他，决斗国家，先把国家带走，然后再利用绝活，我以前也给大家展示过吧，刘备绝活人得九杀，我感觉你好像哪操作有点问题，兄弟，你啊，当然有黄忠，你可以直接强并啊，那就无所谓了。我突然之间忘记黄忠了，忘记黄老英雄了，光沉浸在刘备这里啊。其实如果没有黄忠的话，你那个牌要注意这个。刚才不是有个冠石斧吗？你开在老把麒麟弓上，然后用冠石斧去强砸黄老英雄，配上刘备，百步穿杨神射手，此时尽显英雄本色啊！咱们来看下一局，主视角 ID 叫风流啊，浩少吴少是吗？别叫少了。这个选项的话，师傅不在家，贾诩何太后，可能就这个两个吧。啊，来一首贾诩何太后。对面有个人叫林月月，也可以叫林鹏。骑手三个黑色大装备啊，挺香是吗？行吧，你愿意要就要，这三个黑色装备挺香的。贾诩很需要杀，你挺头铁的，我看我也不知道你是想干嘛，就非要挨打是吧？就这么喜欢挨打。贾诩的丈八很厉害，狮子甲加一马，何太后狮子特别好，这人非常头铁，就不想让魏国开刀，多恨魏国呀！甘宁说：“我更恨，我也恨，不是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都这么恨魏国呀？你也太恨了吧！”哦，这里他可以选择不出来，可以不出来，没问题，因为你出来也不能干什么，何必出来呢？虽说暴露了，但第一，有的人他根本就不看赌条；第二，他就算看了，他也不知道是谁呀。接招吧，对吧？虽然咱们亮了，也不怕关甘宁，甘宁他也拆不了，但是怕什么呢？怕甘宁灵童。如果甘宁灵童，你这一身装备，甘宁灵童表示真香，谢谢你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充电啊！有喜欢本节目的朋友，记得充电哦。啊，这里反正选择了一个林月月，我难道是因为我上来念了你的 ID 吗？那我只能说对不起了。这个张八可以先不挂啊，留着。嗯，这六号被打得好惨呀、哭了是吧？读诗书上李仪来了，夷离屈虎伤敌，保我无虑，打三血不卖的、而且那个人是上来反抗的，弄死他。你怎么说？减一驴，损加一驴，不让顺。决斗。干什么呢？你逗谁的？你不敢逗夏侯惇是吧？搁这急火荀彧，那急火吧。我是荀彧，我不给他牌，我给个鸟。你看，这干什么呢？这空城啊，表示配合一波啊，意思是给我劫命，配合一波啊，呵呵，挺能配合的。别忘了，你搁那儿
吕蒙、周泰啊，原来你都准备好了，准备好奋击了，都提前给自己安排好了，意思我肯定受不了你，我要奋击，挺厉害的，真的。好，又开始众将官了啊，这也是个绿，全是绿是吧？有多少绿？一万个绿吧。他应该是不敢杀这个人，这个人因为反抗魏国很强烈，就有可能是绿，因为魏国和绿国是这个死仇啊，这里就不谈了，因为这里可能后面后续要需要每一张牌，对于何太后来说，在面对大绿皮的时候需要每一张手牌，非常关键。这当然他也不会去主动救啊，打死就打死了，不知道是不是绿啊，我不知道。就每张牌都很关键，而且这时候你也没必要再尝假血了，所以直接亮。我治敌损，强杀。还有吗？没了，摸一张，你是什么？不亮，不亮不读。孙权说：“哈哈哈哈，我赚了。”给孙权乐的。孙权表示：“我不亮，你就不读。”但是他不亮，确实你也不好说他到底是要干嘛。这好惨啊！这黑乐红乐，哇个鸟！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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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读，只能靠毒鸦血，除了毒鸦血还能啥，这边马上都要去死了。看来吕蒙你是对的，他补了一堆牌被乐了是吧，这你也能想到啊，这是在你的算计之中吗？只能希望李典赶紧再打点输出吧，感觉绝望啊，非常绝望。排队又要见底了，能不能刷出点新鲜的牌？连弩没用啊，打不到，无需废我，一兵一卒啊，打自己给那边劫命，行吧。万箭能不能刷起来，能不能起飞就看你了、因为你有连弩嘛，连弩是不是刚才拼了，反正不管怎么样这波肯定要求爆的。夏侯惇表示我配合一下，要不要刚烈赌一手？赌不好，反正他的意思可能就是，就如果赌就是你有桃你就赌，你要没有你就扔。李典说：“既然你赌了，我也赌，我赌你有桃。”两个人互相赌。夏侯惇说：“我们赌失败了，难得见到一次赌失败的。其实平常玩，我做的视频里可能大部分都是赌成功的，但你确实有时候要赌的。这个属于赌失败了，赌失败那就失败呗，那咋办啊？连赌还在，但是没，就是反正赌我也可以理解赌。说实话，我真可以理解赌。只是要这里掉血啊，每张牌都很关键，而且有狮子。”没问题啊，我觉得掉血没问题。接下来就能靠毒输出了，只能说魏国赌失败，那就魏国再见。但魏国再见，这打不动了呀。看疯狂毒吧，那边还有个明珠子，然后开个五谷，好打不下去了呀。那铁锁应该是想重铸找杀，你拿无懈，无懈了他不就得了吧？你让他少一张牌，我觉得这局啊，吴国他们没有意识到何太后这个武将。就每一张牌都非常关键，真的每一张牌都非常关键。只是断杀了，非要去那边顺个杀，你知道吗？顺到了吧？啊，行，还顺到了。真的是想找张杀，也太难了吧？因为何太后这个武将吧，他第一，他要受别人攻击，他得自己出闪，他得防御；第二，他要毒，所以他的牌就每你得控制住他的牌量，你知道吗？摸一张，这里继续毒。反正有狮子无所谓，你不足你压不了血，后续也赢不了，冠师傅也不怕你，反正就一血你杀吧。这局我跟你说，假血核桃一定要把每张牌都利用到极致，不然你赢不了，只能毒了，你不毒也赢不了啊。但他又喝了口酒，绝望了是吧，能不能拼过？还被乐了，拼亮啊，反正都一样。从结局上来说，这怎么又有红乐啊？怎么老有红乐啊？一血中红乐零牌啊，反正每张牌都用上了。能不能毒死徐胜？哎呦，这里啊，我觉得吕蒙这里这个远交开的非常之差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杀，你有杀是这个远交是一定不要开的。你杀一刀他如果不是闪逃他就死了，他如果是他就毒不了人了。我不知道啊，反正这个远交我觉得开得很不好啊，你不要为了自己操作去开远交，很可能这一张牌就崩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是我告诉大家，当然我看不见他手牌，但我告诉大家这个你要注意啊。你还吃桃，你要干嘛？你就要谋断是吗？你还吃桃是吧？哎呦我的天哪，你是真的觉得你的队友不会崩是吗？
这个桃吃了我真的第一软胶，第二吃桃。那你就准备挨个倒吧。这个牌用火攻去读啊，你有负一码，火攻没用，用火攻去读。你有负一码的，你要没负一码，你用啥读？你有负一码和连弩，对吧？这你用刀去读。好，他表示我要拼过，我要杀你。两张杀，咱们还好，一闪一九，真的是够极限了啊！不然就带走了。接下来应该能赢吧？你操作好一点，不奋击了，没必要奋击了，确实没必要奋击了，没用，你奋击又奋击不到啥。不是主视角这个排序也是够烂的，我说实话，你这有代劳，你顶人王盾干什么？不是亏牌吗？也会孤掌难鸣啊！你这是太兴奋了，还是太激动了，还是咋回事了？这个对吧？你看你火攻其实是很亏牌的，没必要，我感觉好亏啊，亏了好多，亏了一万张啊。嗯，虽然说一番四确实很精彩，第一呢，对面给了你机会啊；第二，确实每张手牌都利用到极致。包括之前就是有狮子的情况下也没有提前出闪，不是那个，对，就是掉了个血线。这里由于他没有牌了，直接乱舞开了。反正你乱舞也是用来打一血的，你也不是干嘛别的。他重兵再继续读，基本上拿下了吧。因为这个基本上这边会被打到三四不屈，打到三四不屈的话，就比较好赢了。假如说他一开始你打不进不屈的话，那么就有风险了。现在就不怕了，现在你其实不用读就慢慢打都可以，你可以求稳不读，你没有闪你就别读了，对吧？你没有闪你就不读，求稳一下就可以嘛，对吧？要不然中个九杀其实还蛮慌的，崩吧，真的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啊！对，要崩的，一定要崩，不崩更赢不了。这里没有啊，有来个拆，你这排序都有问题啊，这笔重注了呀，对，万一他手里有个无信，万一你重铸来个无信，是不是？还好一刀剁掉啊，不然还真有危险。我跟你说，要被周泰翻了。这种程度嘛，其实我也能明白很多朋友想上视频的这个愿望啊。最近其实我发的录像都是我有审过稿的，以前那会儿，我说实话，后面有一段时间。这个创作欲望不是那么强烈，有些时候投稿这个是没怎么审核，但基本上我审核过的还是可以有一定保证的。当然了，有的朋友老说什么啊、哎、这位老板送飞机了上视频，那不是很正常啊，人家送飞机了我能说不行，我说老板你别送。那你觉得可能吗？对吧，这个也是正常的啊，对吧，毕竟对吧，都要恰饭是吧？正常正常，你笑脸这个叫有句话，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？不打笑脸人是吧？嗯，咱们刚才下一局啊，还有啊，扯的怎么扯远了？主要是我可能看刚才那个朋友打的，就但是刚才那个朋友可真没送飞机啊，刚才那个朋友，但是他主要是那个局确实也是一番四啊，对，打绝望了。这局主视角案例叫台海拳啊。可以老司机也可以甄姬曹丕啊，老司机就是爆发要强一点，甄姬曹丕的话，曹丕嘛控制力非常强，都行吧，我觉得一般会选曹丕吧，可能选曹丕的面还是更高一点。哦，对面有个人叫北地枭雄，那肯定是张绣，我的视频里我告诉你写的什么名字他就是什么，你们看了这么多还没看出来吗？比如写个诸葛丞相的肯定卧龙啊。这真的是这样吗？不知道，你们看吧，我不知道。好，你们看了，那这肯定出来了，翻人了，没得说，开团了嘛，得把上家翻了，不用想，你没有任何想的。就网恋被骗50万，你挺多的。你看这什么？你看是不是？哎呀，可太有节目效果了，北地枭雄兄。但是这个弹一下还挺伤的，你别说，杀到个江东子弟，难道你是笨笨吗？哎呀哎呀，这也被翻了吗？怎么你们都会翻面呀？会翻面的人有点多啊，功能性有点强啊。这个，哎呦，只能限制张绣的手牌了，张绣很烦的。但是更恐怖的是，张绣如果是何太后怎么办？希望他不是吧。
捅过去，捅吧，反正就先去开了吧，翻面了就开了吧，别留着了，顺便开点桃子，保保队友啥的。哎，没啥看，能看一眼吧。桃子，开了个代劳，可以接受。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？留得良田在，如果不开代劳的话，桃子就，这是什么？但是，哎，这可以哇！这是什么？竟然可以变到这如此！所以我说都会翻面，曹丕会，蔡文姬会，荀攸表示俺也会，俺也一样。你可太神奇了！哎呀，还有更神奇的队友出来，这张绣和蓝红，我这太有节目效果了啊！咋整？你说这咋整？不过好消息是咱们不会被毒死，咱们有那个珠子啊。不过他估计可能还是要丧心病狂的毒你，你只能翻他了。你说打谁？张绣你不敢打，蔡文姬你愿意打吗？所以只能欺负三血不败了是吧？他来个太后我帮你，本来不想打你，你整个太后我帮你，你这不过分，那只能锤你了。你来个太后我帮你还行，你过分啊！真的，说实话，这种局你有的时候你都不愿意打三血不败的了，因为你很容易给这个张绣和蓝后打工。他整个这个，你这不过分吗？好，他来个没事我拉你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俩铁盟吗？那只能吃桃开桃园了，怎么成？小胖，你放钱张绣翻回来，那几游戏结束了呀？他玩坏了，他还要被穿心了。妈呀！这真的屋漏偏逢连夜雨啊、你们猜他放钱谁？哦，出来一个二张，哈哈哈哈，你们没想到吧，他放钱了甄姬。不过他放钱是读不了的，因为放钱是没有出牌机了，他就算想读也读不了。他，你没想到吧，他竟然，他不是你，那你当时来了个句太后我帮你干什么呀？你又放钱他，我的妈呀，这里随便读了，无所谓，不怕你毒死他。我懂了，他原来是放权吃毒计啊、哦！他并不是存在什么好心思啊，意思是，我放权他，你毒他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我错了，是我高估了你的人格吗？这里就没办法，这只能是再吃一个菜吧，吃了一个菜再吃一个，干脆双士兵吧，得了。那咋办？不吃能咋办？好好的一个甄姬曹丕，你祸害成这玩意儿，我都不忍直视。你看，哎呀，这衣服也没了，这个带个盔甲，哎呀，我天哪，真的不忍直视。你说本来好好的一对夫妻，就变成这个样子，那这个局可能张绣和太后还要赢。你是什么？他肯定不是群了，他是群亮，他也不敢读，他怕你跟他拼命，他要读荀攸的。他表示反正什么荀攸收了二张收了，你打你个八号不也手拿把断吗？然后荀攸表示我不杀二张，反正干你。荀攸也是非常精妙啊，不要杀二张，就让这个二张去干这个何太后，但二张有可能被毒死，然后干他一个刘备。牛备也不亮，搁这等死。好，这个队友太给力了，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不杀了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他想了一手唯一解决的办法，就说实话这个局就解不了了都。奇策铁锁其实是很少见的，这比有一个闪电唯一的希望，奇策铁锁闪电操作，而且再用吃我一击把他吃了，再砸他一血，这样的话劈了，说实话啊，这个群优非常值得点赞，如果劈了就必须得给你点赞。因为点赞的朋友那个扣个一啊。至于二张死不死不管，那何太后必须死。你看看我神算，你确实神算，我跟你说你非常优秀，真的，你如果能劈死他非常优秀优秀。而且他几次都是神变，你看第一次变了一个曹仁翻回来，第二次变了个典韦吃鸡，这一学非常之关键。然后再利用奇策神铁锁。这局真的太精彩了，各包括前期各种要素齐聚啊。这个大家如果觉得这个精彩的
来一波一键三连吧！啊，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冲一下小电电。这个，哎呦，我情绪有点激动啊！啊，当然了，大家可能到这个时候都已经睡着了，没关系啊，明天起来你们继续看啊。这个也是感谢大家收看啊，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